那我们宣布一下。好，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3月22日星期二中午12:18至2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段委员、宜康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议事录。决定事项一：审定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日程。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共计21案，全部照列。议程讨论事项编列及顺序：一、民进党党团段委员宜康提议通过，计9案。二、请愿案件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2案。二、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1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含附请愿人。三、依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者4案，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并附之请愿人。宣读完毕。好，请问议这个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哈。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日星期五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吴志扬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至七：委员赖世葆等拟具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条例草案交内政、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公司法二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八、委员罗志镇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9至10，委员顾立雄等拟具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11、委员林代化等拟具消防设备人员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12、委员张廖万坚等拟具劳工退休金条例。13、委员费鸿泰等拟具传染病防治法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14、委员张立善等拟具农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15至19，委员王惠美等拟具建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惩治走私条例证人保护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劳工保险条例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0至21，委员蒋乃馨等拟具劳工保险条例药事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2、委员黄昭顺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3至24，委员刘建国等拟具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内政部警政署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25、委员曾明忠等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26、委员王定宇等拟具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27、委员李彦秀等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28、委员陈学胜、29、委员何新纯等分别拟具文化资产保存法均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30、委员周春米、31、委员蔡逸瑜、32、委员林维洲等分别拟具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33、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国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34至35，委员吴其明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6至37，委员吕玉玲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就业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8、委员王玉敏等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39、委员吴坤玉等拟具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0、行政院函请审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41至133，卫生福利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交通部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员会经济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劳动部国立故宫博物院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文化部等函送预算决议事项交相关委员会处理。134至201，卫生福利部司法院交通部考试院全序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法务部内政部经济部劳动部中央研究院侨务委员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行政院行政院主计总处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国防部国立故宫博物院公平教育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
2020-2026 司法及法制交通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事项提报院会请查照案，2027-2011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征列一，民进党党团拟具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刘世芳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三至五，委员余婉如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立法院议场规则、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事规则，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征列六至八，委员吴志扬等拟具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中华民国国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草案、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至一二，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函未预决算案提报院会请查照案，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这个请问委员有没有要登记发言，那么或者对于这个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或咨询事项有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个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就通过。我们接下来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那么在工作议事人员宣读的同时，那么各位如果要发言的话，可以到主席台来登记发言。好，请宣读。讨论事项第一至三案三读通过，以上三案予以删除。四，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四，今年五二零新政府上任后，就十二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其成，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五，亲民党党团建请决议：针对陆飞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之管辖权裁决，应作三项国会决议，请公决案。六，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停审议中嘉转售案，四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七，委员严宽恒等建请决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相关迁建事宜，请公决案。第八至九案，国民党党团撤回复议，以上二案予以删除。第十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第十一案，民进党党团撤回复议，本案予以删除。议事处增列十二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十三20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等十四案，十四20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一五，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要求行政院重新公开清查不当党产，向全民交代网站，并公布清查结果，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这个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有一位登记发言，现在请登记发言委员第一位蔡培慧委员发言。蔡委员发言结束前，我们就可以继续登记，发言结束之后我们就不再接受登记。好，请蔡委员。主席及各位委员好，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七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议列案顺序如下，那议案名称可能要麻烦议事人员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代为宣读。第一案，20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审查总报告案。第二案，20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案等十四案。第三案，会计师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要求行政院重新公开调查清查不当党产，向全民交代网站，并接续该网站之清查结果，就中国国民党不当党产后续之变动与流向进行清查，于一个月内公布清查结果，请公决案。第五案，委员郑丽君等建请决议，行政院及教育部撤销2014年2月发布之普通高级中学国文及社会领域课程纲要微调，并全面暂缓十二年国教领域科目群科课程纲要之研修及审议程序。是今年五月二十新政府上任后，就十二年国教新领纲之研修与其成再进行通盘检讨，请公决案。第六案，时代力量党团建请决议，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暂行审议中嘉转售案，是新政府组成后重新检视本案是否有垄断言论之余再行审议，请公决案。第七案，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个蔡委员提案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讨论事项照蔡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
人民请愿依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四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应提起诉讼者共三案。三、依立法院职员刑事法第65条第二项规定，函转全体机关处理尽付者共八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散会，谢谢各位。